受不了了。热。云梦要是像云深不知处那么凉快就好了。哎，江城，你把胳膊拿开，烫着我了。像块炭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先挪开你的腿。我拿腿更吃力，还是你拿胳膊吧。哼，魏无羡，我警告你，不要太过分，闭嘴，不要说话，越说越热。你是不是想打架？来啊！晋江文学城墨香铜臭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北斗企鹅工作室制作，寻声工作室协作，玄幻广播剧《魔道祖师》第一季番外篇《莲蓬》。别打了嘛，真是的！快滚！不行啊，好热、啊！不不不，你请滚，你滚！别客气，你先滚。哎、魏无羡，你要打出去打！哎，求你们出去打，好好听到没有？求求你们了！大家让你出去，你明明是让你出去！哎，你放开我的腿，要断了，大哥！你先松开我的胳膊，你先放开我的腿，出去不行啊！原来你们都躲在这里啊！师姐，师姐好，师姐好。今天怎么偷懒不练剑了？这么毒的日头，教场晒死了，去练剑要脱一层皮。师姐，不要告诉别人。阿羡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又打架了？没有啊。那阿成胸口的脚印是谁踹的？师姐，你手里端的是什么？啊？是西瓜，西瓜，西瓜，这太好了，这是真甜。太好吃了，你再给我一个。这个真甜。哎，这块我的，你别抢了，抢，你干啥呀？你笑什么？没，我就是想起了一个人。谁啊？蓝湛。没事想他干什么呀？想念罚抄的滋味不成？想他好玩呗。你不知道他可有意思了。我跟他说啊，你们家的饭菜太难吃了，我宁愿吃炒西瓜皮也不愿吃你家的饭。我跟他说啊，你有空就到我们莲花坞来玩啊。你疯了，叫他来莲花坞给自己找罪受吗？你急什么？我就是说说而已，他当然不会来了。你啥时候听他说自己一个人跑出去玩过？先说好，我反正拒绝他来，你不要乱请。没看出来你这么讨厌他呀？我对蓝忘机没意见，可万一他真的来了，我娘看了别人家的孩子要是有话说，到时候你也别想好过。来了也不怕，真要是来了，你就跟江叔叔说，让他跟我睡，我保证不出一个月就能把他逼疯。你还想跟他睡一个月？我看不出七天你就被他捅死了。怕他呀？真要打起来他还不一定是我的对手呢。你脸皮可真厚。大师兄好寂寞呀。对呀、啊、大师兄，你倒是给他打一个呀。对呀、啊、哎，你们等着。哎，说笑归说笑，大师兄的剑法应该跟蓝忘机难分伯仲吧？那倒是，大师兄的剑法也是在我们云梦排得上名号的。你们在说谁啊？乌苏交到的朋友吗？是啊。你这朋友当得太好意思了，你去问蓝忘机，看他肯不肯认你这个朋友。快滚，他不要我，我缠死他，看他肯不肯。师姐，你知道蓝忘机吗？知道呀，就是大家都说很俊很有本事的那位小蓝二公子吗？果真很俊吗？很俊的。比你呢？可能稍微比我俊一点点吧。就一点点。那看来是真的很俊了，交到新朋友是好事，
以后没事的时候，你们可以互相串门玩了。什么？哎呀，罢了罢了，他们家那地方饭又难吃，规矩又多，我可不去了。那你可以带他来玩吗？这次就是个好机会，怎么不请你的朋友来莲花坞住一段时间啊？阿姐，你听他瞎说，他在姑苏可招人嫌了，蓝忘机哪肯跟他回来？什么话？他肯的。行行，蓝忘机叫你滚，听到没？记得吗？你懂什么？他虽然表面上叫我滚，但我知道他心里一定很想跟我到云梦来玩，想得不得了。哎呀，我每天都在想一个问题啊，你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自信啊？不要再想了，同一个问题想这么多年还没有答案，换我早就放弃了。嘿，你还真是说这人一个师娘怎么来了？他跑到哪儿去了？我就知道，江城，给我穿上衣服，让人看见了，我这脸往哪儿搁？是阿娘。你们呢？你们师姐在这没看到吗？一群死小子，在姑娘家面前拖成这副德行，谁教你们的？魏婴，我看你是要死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师姐会来，我这就去找衣服。你还敢跑？给我滚回来！快！那个阿娘，你吃不吃西瓜？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阿娘，阿宪他们躲在这里消暑，是我自己找来的，你不要怪他们。你吃西瓜吗？不知道是谁送的，不过很甜。夏天吃西瓜，解暑消火，又甜又多汁。我给你切好。我不想吃。你看，那群野孩子又跑出去了，不知道又要惹出什么乱子来。哎呀，阿娘，消消气啊。太好吃了，伺候师姐，不然又要受罚了。这边有船吗？有，快点，快上船，走，快点，江城，你来撑船，我被师娘打的地方还疼着呢。船桨给我。青天白日冤，咱们讲讲道理。明明大家都没穿衣服，为什么骂只骂我，打也只打我？一定是因为你不穿衣服的样子最辣眼睛。哼！哎，你们下水干什么？眼睛还辣吗？江城，应个声。喂。好你个魏无羡，船都给掀了，又想打架是不是？你来啊。好。哎，等等，你抄凶器算什么？有本事把船桨放下，咱们空手比过。你当我傻呀？我一放你就抢过去了。我哪有那么无耻啊。大师兄，你也有脸说这句啊？好啊，你们也取笑我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休战。哎，打呀！接着打呀！对啊，别停啊！怎么能认输呢？别说了，别说，别说，起来，快点，快点，打呀，打呀！谁说我求饶了？回头再打过。哎，我是饿了，打不动了，先弄点东西吃。哎，那咱回去吧，晚饭开饭前还能吃几个西瓜。哼，现在回去，除了鞭子可没别的给你吃。当然不回去了，我们去摘莲蓬。是偷吧？每次又不是没补钱，怎样？去还是不去？去！走！走啊！好啊！这边，来，过来！看我这儿，我这也有。哎，你看我这儿多。哎，我这边，过来帮忙。这儿，来了。哎，这个挺好的啊。好，师弟，你来撑船，我们来摘。好嘞。哎，你看这个好啊。
我看这个苹果，哎，这个也挺好的，都摘了吧。你看我们这个好，我也摘几个。来，再走，给我。锯子连长茎一起折了，带茎的莲蓬比不带茎的好吃。不吃的找个瓶子插着，这样也会多鲜嫩几天。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快点啊，因为这是这儿，这儿来帮这个来了来了。哎，这个挺好的啊。好，我请你吃莲蓬，你请我吃什么？你请谁吃啊？反正不是你。这个不错。哎呦，这个这边这边。来啊，快划过去划过去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好，我回我回去。哎，你们看，有水鬼在老头船下。不得了啊，这个水鬼也偷莲蓬啊。他要跑了，快抓住。想跑？抓住了。老伯，我帮你把水鬼抓住了，你怎么谢我？又来捣乱！哎，老伯，你干什么动手打人啊？好心当成驴肝肺。对呀，有话好好说嘛。打人呢？没事没事。老伯，你看清楚，我们不是鬼，这只才是鬼。废话，我只是老，我又没瞎，还不把他放了？你别放，咱们把水鬼抓回去。嘿，你还不放？你信不信我？别，别打别打，我放他下来就是了。别放，万一这水鬼杀人替死怎么办？这水鬼身上没血腥气，他年幼游不出这片水，最近这片水域没说死过其他人，应该是没害过人的。你走吧。乖啊，来给你个大的莲蓬吃。老伯，为什么他偷你的莲蓬你让他偷还送给他吃，我们偷你的你就要打？他帮我推船，给他几个莲蓬吃吃又有什么？你们这班小鬼今天偷了几个啊？还快跑，快等等我。你看我不打死你们。不公平，为什么只打我？为什么又是打我？师兄你顶住啊，碰死了。是啊，碰你好好顶着。我呸，我顶不住了。小水鬼，看大莲蓬，接着！别让我再看到你们偷莲蓬，见一次打一次。啊，这可真是千古奇冤！为什么每次一有事情，永远都只打我啊？因为你最英俊，你修为最高，你不穿衣服最好看，对，大师兄最好啦！谢谢大家的赞誉。听了都有点起鸡皮疙瘩了。不客气，大师兄，每次都是你挡在前面，你值得更多呀。哦，还有更多，说来听听。都住口，再不好好说话，当心我扎穿了船底，一起死了干净。谁呀？可能是大师兄认识的，就在湖边。就在大师兄坐下。坐下，坐下，好，快点。哎，什么事啊？你们是不是又去偷莲蓬了？挨了多少下？守堂的老伯还是那么凶吧？谁让你们总去偷？听听，魏无羡，你这臭名远扬的，真是给咱们家丢脸。他们说的是你们，我们是一伙的好吗？要丢脸也是一起丢脸。对了，还没问你们，我们送的西瓜好吃吗？哦，西瓜原来是你们送的呀，很好吃。怎么不进来坐坐？我们请你们吃茶。送去的时候你们不在，放了就走，不敢坐了。好吃就好。谢谢，请你们吃莲蓬，下次进来看我练剑啊。给，接着。谢谢了。搔首弄姿的，臭美。你练剑很好看吗？江城，你愣着干什么？你也赶紧的。赶紧的什么？你也吃了西瓜，还不得给人家回礼啊？接着。嘿。
这个莲蓬又大又新鲜。谢谢啊，下次再给你挑个又大又甜的西瓜送过去，指定给你吃。好啊，江城，来来来，别不好意思，都丢起来，丢起来。哼，笑话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那你丢啊，这次丢了，下次就可以问他们莲蓬好不好吃，又可以搭话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受教了，真是经验老道啊！你看，就是经常干这种事儿的，不愧是大师兄啊！哪里哪里！哎呀，真丢人！哎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再会了。好，好嘞。哎，大师兄，怎么了？这么多妹子在后面，你还叹气啊？没怎么。只是想到我诚心诚意请蓝湛来云梦玩，他居然拒绝我。不愧是蓝忘机，就是。住口！总有一天我把他拖来，然后把他踹下船去，骗他去偷莲蓬，让老头用竹竿子敲他，让他追在我后面跑。大师兄有志气，大师兄厉害，你不厉害怎么是我们大师兄呢？对，就是就是。大师兄厉害，厉害了。哎，江城。你真是孺子不可教，叫你分给姑娘们吃你都不肯，现在一个人吃有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就想自己吃怎么了？你呀你，江城，算了，你没救了，就一辈子自己吃吧。哎，你可是要去蓝氏？是啊，给西城忘机公子送果点。且住，他们现在正在道里练功，你先不要去打扰。是，我过一个时辰再送来。兄长，何事？你摘过莲蓬吗？嗯，没有。哎，时辰到了，换手。兄长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带茎的莲蓬比不带茎的好吃。哦，这倒是没听过。怎么？为何突然说到这个？无事。是吗？哎，忘机，你有客人。你的兔子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回去。他想你陪着吧。这只兔子就是爱闹的那一只吗？太闹了。闹也无妨，毕竟可爱。我记得有两只，两只不是经常在一起吗？为何只来了一只？另一只是不是爱清静不愿出来？会来的。来了。哦，这就是爱清静的那只。果然到哪儿都喜欢待在一起。嗯，这两只白兔当真是浴血可爱。忘记他们叫什么名字？我上次听到你叫他们了，是很好的名字。请进。两位公子，这是冰镇的西瓜，送来消暑的。多谢。忘机，可要一同食用？嗯。兄长。嗯，何事？你吃过西瓜皮吗？西瓜皮可以吃吗？听说可以炒。也许可以。听说味道甚佳。我没试过。我也没有。嗯，你要让人试着炒炒看吗？不用。我也觉得还是不要了。
对了，忘机，最近叔父休沐无需上课，你可以出去走走，换换心情。嗯，正有此意。有些冷，是有点，你们还是远着吧。看他衣着气度，肯定不是一般人。就是。卖针线喽，四色针线，瞧瞧看看。请问，距此处最近的莲塘往哪里走？啊，这边走上八九里，有一户人家种了几十亩莲蓬。多谢。哎，这位小公子，那莲塘到晚间就不让人进去了。你要是想去玩，可得趁白天，快些去啊！嗯，多谢。哎呀，这雨怎么说下就下了？快走吧！哎呀，怎么办啊？老李的腰被牛顶伤了。这现在不能随便动。也是啊，这雨一时半会儿也不可能停，也不知道老丁去请的大夫什么时候能到啊。哎呀，这老山养的牛也太不听话了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。这样，前面有个雨棚，咱把雨棚抬过来。一二七，哎呀，这东西怎么这么沉啊？太重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这老李还怎么呢？这是啊，这我的腰啊！再使劲来，我来吧。这位公子啊，你年纪太小，顶不住的。无事。哎呀，这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好大的力气啊！哎，来，让大夫都让先让一下，里边疼开了啊！怎么进来了，反倒更冷了呀？好冷啊！这么大雨，这么长的，真的好冷啊！好冷啊！退下。小兄弟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无事。哦。哎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！大夫来了，大夫，快帮忙看看他的伤势啊！这位小公子，辛苦你了啊！不用了，你还是，人呢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你是来做什么的？摘莲蓬。日落了，我们天黑以后不放人进去的。今天不行了，改天吧。我不多做停留，一刻便走。不行就是不行，这是规矩，规矩不是我定的，你问主人去。主人在何方？早回去了，所以你问我也是白搭。我要是放你进去了，这湖的主人可没好话对我说，你不要为难我。好吧，打扰了。你今天来晚了，明天早点来吧。你从哪里来啊？刚才好大的一场雨，你这小孩子不会是淋雨跑着来的吧？怎么也不打个伞呢？你家离这里多远啊？34里。这么远啊？那你一定是花了很久才到这里来的吧？要是实在想吃莲蓬的话，你去街上买嘛，多得很。街边的莲蓬不带茎。你难道就非要带茎的？吃起来又没什么区别。有。没有的。有。有人告诉我有。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这么犟的小公子，
鬼迷了心窍了。告辞。哎，等等，你家真的有那么远？嗯。好吧，放你进来吧，就一会儿，一小会儿。你要摘的话快点啊，万一被人瞧见了，到主人那里嚼我的舌根子，我这年纪可不想还挨人家的骂。多谢。在那儿啊，龙胆小筑是家主夫人生前的住所，想必是主子们放的，就是不知道是哪一位。大公子，大公子。嗯。忘机，兄长，昨天听你说起莲蓬，恰好今天叔父让人买了莲蓬上山，我便拿了些给你，来，一起吃吧。兄长，何事？带筋的莲蓬比不带筋的好吃。你已经吃过了吗？嗯。龙胆小筑木廊上的莲蓬是你放的吗？看来你很喜欢莲蓬。那我下次拜托叔父烧些带筋的吧。嗯。